大都参议员是日本自民党总务会的副会长，多次来我国访问，对我国的态度非常友好，经常仗义直言揭发共匪的阴谋。今天大都议员在机场的记者会中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要在现阶段的国际现实中提出一个新的解决办法来改善中日的关系。现在他又对日本自民党参议员藤山爱一郎的违宪而被开除了党籍，是由于咎由自取而做了这项评论。